一天没事来搜搜笨蛋。既然你们都想看笨蛋露脸，那就是夏日的温风。你身边也有这样为爱控分的学霸吗？这次月考之后按成绩分座位，大家好好考。完了，我能跟邻居下去了。Day two， 也不知道邻居蟹要搬去哪，离我远不远？哎，邻居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失误。喜欢的人说话了吗？说了。他不会真有喜欢的人了吧？说了什么啊？说了。你呢？说了什么呀？你倒是说什么呀？